骑着白马来到我身旁，清风吹拂香。笑得这么高兴是在做什么美梦呢？看来你是真的好梦。一个杀手怎么能这么无忧无虑？夜梦中露出笑容，一点一头过脸颊，眼眸中的爱在两位不知名的师弟，四方会未来第一杀手，你们的大师姐苏献林终于为你们报仇了。不是未来，是现在。灵儿，你已经是我四方会第一杀手，为师终于可以将会长之位交给你了。师父，救了我一命，也不能趁人之危吧？说，你把我怎么了？啊！你怎么吐血了？我就打了你一巴掌，你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喂，难道我还在做梦？梦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哎，师傅，您平时不也总教导我们，人有点小理想是好的，说不定咱小师妹真就成了我四方会第一杀手了呢。你闭嘴！舔狗啊舔狗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这么重要的单子，为什么不通知为师啊？师傅，那日您在闭关呢。你闭嘴！还派两个末位弟子去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师父呀，不是闭关之前您交代说有单子？你也闭嘴！现在好了，灵儿她误闯了洛邑府，怎么办？你们说怎么办？那咱们就混进洛邑府，把小师妹给救出来。你闭！对呀，那谁去呀？嗯，舔狗，潜入洛邑府这事儿就交于你了。还好还有气，该不会是想讹我吧？未知君上灵妃起否？君上还在酣睡，你走吧。灵妃误会了，老奴不是来找君上的。太后，换您过去聊聊家常。我和太后又不熟，聊些什么呀？入了宫可不能如此说话了，会掉脑袋的。说不定您和太后聊得高兴，奉您做个君后什么的呢。君后？你们君上都快死了，还想骗我守寡？灵妃，您要是再不出来，老奴可要进去了。你敢？此去小心，万不可泄露你四方会的真实身份。可是我……你……我没事的。
娘娘稍安勿躁，太后每日这会儿都要诵经，一会儿就好。您先喝口茶。你这孩子冰雪聪明，敢不敢和我说些实话？你是什么人？说就说，我是未来。你是想说未来东方景的君后，我的儿媳妇？啊，我第一眼便识你不是寻常女子，有你在景儿身边，我也很放心。趁此机会，你陪景儿出府游玩几日，可好？怎么主动提出让我带东方锦出府？这也太巧了吧！你在想些什么？我是在想，太后您如此厚爱，我该怎么报答您？你以后真做了锦儿的女人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又谈什么报答？不过真要做我东方家的君后，你总要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从哪里来。说话只剩一缕情愫飘向远方，我坐在石台上望你驰骋，等月明朗，看眼眸中露出笑容，一缕涟漪透过脸颊，眼眸中的爱意在哪，何时愿为我画下。风吹过那一个人穿过晚霞，在我身旁飞越而上，飞起白马踏过人家，我扰乱我心生牵挂，风轻轻念着只有你，踏着缓缓步伐，桂花留下心动刹那，此生风之雨